第四题，呈第三题，此物体在两到四秒期间外力做功多少焦耳？做功的公式是 W 等于 F 乘 X， 我们需要知道力，我们需要知道位移，但是我们看到两到四秒间它的 VT 图是一条水平线，表示它做的是等速度运动。根据牛顿地运动定律，物体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的时候，静者恒静，动者恒做等速率直线运动，也就是等速度运动，所以它的受力是零，因此我们就不用管位移，就知道做功是零。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外力做功多少焦耳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0。